环球大佬，您打动我的一段话就是，创业者就是要创造和创新，就是要从无到有。这个从无到有是我第一次来以色列的最重要的收获。我说创业就是做新事儿不做旧事儿，做难事儿不做容易的事儿。创业的本质就是创新和创造，如果不去创新，不去创造，不去从无当中生有，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创业。